面要靠烧酒才好吃吗？没有诶、欸，可是他拿着乐沙，然后又拿着一瓶可乐，诶，让我有点害怕、啊。烧酒配啤酒，我怀疑你们在凑，你这个根本就故意打错字吧？谁敢？皮蛋布丁是什么？皮蛋布丁是什么东西啊？天哪、啊！不好说，人是会变的。皮蛋布丁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感觉好恶心啊！我不喜欢皮蛋啊！好恶哦！不要把那个东西当焦糖啦！鸭仔蛋，哇哇，播了好狠，马上直接提出一个最可怕的东西。鸭仔蛋真的超恐怖的，布丁泡面啊，所以这个到底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啊？其实一直很好奇这件事情。天呐，伯乐，那个有点恶心，我要受不了了。微微豚骨，豚骨的话还不错啊。